小白雪给我进去，还有大白雪也进去。今天终于把你们两个关起来了。王子哥哥，你为什么关白雪和小雪儿呀？哦，贝儿，你来的正好，把你也关起来。哎呀，王子哥哥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王子，你赶快放了他们。我就是不放，怎么地吧？哼，你不是王子，你是怪兽变的。我不是怪兽，我就是王子。只要小朋友们点亮小叶子，你就会现出原形。不可能的，因为小叶子被我藏起来了，他们都点不到。哼，小朋友们肯定可以找得到，因为他们都可聪明了，又在这边轻轻的一点，你就会现出原形了。哼，他们都这么笨，怎么可能找得到呀？